启奏陛下，一月不到，上至皇亲国戚，下至官员女眷，无端被杀者十数人之多，却迟迟没有线索。开封府难辞其咎，包拯执掌开封府，肩负京畿治安之要职。可是如今这东京汴梁，却已是血光弥漫之城，何谈首善之都？何谈国泰民安呢？ 陛下，开封城中外邦使节众多，如果迟迟不能破案，恐有辱国体，贻笑大方。臣请陛下降旨，严加通事，免去包拯开封府尹、龙图阁大学士之职，贬为庶民，以示陛下天威。以示陛下天威。 传皇上口谕，着包拯辞去开封府尹、龙图阁大学士之职，回原籍治修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 老夫不在这段期间，就请白兄弟多多帮忙了。事情迷离复杂，还望白兄弟多加小心呐。大人，一共是17具尸体，12具黑衣刺客。
四军驿站官吏杂役，还有一人乔装成驿长。嗯，还有什么情况？。切莫见怪，本府无意与诸位为难，只是本府深受皇上和九贤王重托，出任开封府尹，这城中连环案一日未破，本府一日难安呐，也就有劳诸位了。大人，既然这城中连环案未破，我们众兄弟只能站着，那大人如何坐得住啊？这位捕头是徐庆吧？穿山鼠徐庆，拜见大人。混账！你既然穿了身官服，就是关中人，说什么鼠不鼠的，成何体统？老子自从出了师门，就叫穿山鼠，当初包大人都没曾见怪，你算什么呀？啊，你！徐庆，难道你想与本府示威不成啊？你不是不是，上午早，上午早。蒋平拜见大人。大人，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呐、啊。如今大人接替包大人掌管开封府，想必是我等不入大人法眼，不如大人网开一面，顺水推舟做个人情，让我等辞职回乡也好啊。还请大人成全呐、啊。啊。既然如此，本府成全你们。谢大人。哎，卢兄，大人，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恳请大人。蓝护卫，你也想请辞吗？哎。话说相空岛的五鼠，提起五鼠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所以叫五鼠是他们的绰号，其实他们是五位义士。那为什么称为五鼠呢？就是他们身怀绝技，各有绝招。刘兄，实际上呢，他们是都听到了吧？有名有姓的五位好汉。听到了，宫中还算太平吧？我们兄妹二人在宫中这些年，您听我说，倒也没什么大事。你柳家兄妹领班的大内侍卫，想必也无人敢自讨苦吃啊。三鼠辞官之后有消息吗？音讯皆无。五爷是谁呢？这个五爷身体魁梧，相貌堂堂，豪情侠义，武艺高强。他是谁呀？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。
是屠龙会的人。不错呀，小女子也只不过是江湖卖艺的。卖艺的，就刚才的功夫，我看没个十年八年也练不出来吧。张爷，行个方便。既然你认得我，那就应该知道开封府的规矩，没有方便。是你的马，识相的赶紧走，别挡老子的路，不然我要了你的命。啊！鬼三刀，你销声匿迹很久了吧？在这儿，高手无处不在吗？这，站住！老五，长兄，多日不见，可好啊？好，好，好。柳姑娘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要不是你捣乱，我早就抓到他了。多亏白五哥，要不然跑了侵犯，张捕头可是脱不了干系。柳姑娘，你可别吓唬我，你说你这身打扮，我只能把你当成是可疑之人了。这人就是侵犯。是的，麻烦张捕头把他送到双龙巷去。明白。五哥，小妹有一事相求。哎，妹妹先不要说，让我猜猜看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宫里边一定出事儿。这事儿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一定是丢了东西，对吗？啊，丢了东西自然不便声张。妹子，你经过多方查找，就查到了此人。那白五哥再猜一猜，丢的东西去哪儿了？这还用猜吗？那肯定在那箱子里呢。对，也不对。这有什么不对的？
看，这不都在这儿吗？柳妹子，张兄，借刀一用。黄金三千两，妹子，这黄金内藏失窃之数，应该是这个数吧？五哥是怎么知道的？这黄金三千两，铸成了两口箱子，然后再在箱子上涂了黑漆，就大摇大摆的出了城。走，这。张兄啊，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的话，那么张兄的一世英名，那可就……这，多谢五哥成全。不必客气，既然人赃俱获，就把人和赃物赶紧带回去吧。是是是，多谢多谢。请问你找谁呀？啊？哦，啊，快请进。好。啊，您稍等。嗯。白师弟大驾光临，范某家真是蓬荜生辉呀。玉堂见过师兄。啊，不必多礼，快请坐。上茶。师兄，我带来了一封家书，师兄过目。你看。月亭多半是惦记我这个哥哥了，这才数月不见，家书就来了，真是有劳玉堂师弟了。师兄客气了。师弟这次来京城是有事情要办吗？小弟我自作多情了，想管点闲事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？东京城内接连发生了连环杀人案，兄弟好奇，想趟趟这池浑水。喝茶。啊，师兄，听说这个凶手着实的厉害，不知道师兄是否交过手啊？师弟不要取笑了，家父武功虽然高强，可我只是一个经商之人，从未学过一招半式，不要说交手了，躲还来不及呢。没交过手，难道是见过？愚兄胆小，千万不要再提这事情了。不瞒师弟说，前头被杀的张侍郎是我的朋友，那叫死的一个惨呐！哎呀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师弟在京城可否有住处啊？啊，一个朋友帮忙订了客栈。哦，师弟啊，我最近事务过于繁多，朝中的王大人、李尚书都要我有生意向上，今天还非要一起吃酒不可，我真是推脱也推脱不掉啊。这样，你不妨在京城多住些日子，待我忙完了这阵子，我们再好好相聚，你看如何呀？师兄客气了，家书既然已经送到，我也算不虚此行了，告辞了。也好，师弟，你若在京城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，尽可来找我。不瞒师弟说，我在这东京城上下还是有几分薄面的。师兄既然如此说，那我在京城一旦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一定上门拜访。好。师兄留步，在范家我发现了三个疑点。第一，一个自称不会武功的员外雇佣的花宫女佣却都是江湖高手，这让我很感兴趣。范月亭曾经告诉过我，他和他的哥哥范月明两年未见，
可是范月明却说才有几个月，这才数月不见，家书就来了。第三，范月明一再说自己不会武功，往往越想掩饰的东西越是可疑。人马都派出去了吗？梁龙人马都出发了。范月明必须死，布下这个点费了很大周折。白老五，你们不太了解呀，范月明不死，白玉堂就会一直追踪于他，似乎不必太过谨慎了。这样吧，如果今晚顺利，范月明倒还有一用，如果一击不中，他就必须得死。散了吧。是是。你怕了？在下从不害怕，尤其现在不怕。那你为何如此惧怕白玉堂？因为他是白玉堂。如此，我倒想见见他。只要他能活过今晚。老板。哎，有没有人找我？哦，对了对了，柳姑娘来过一次，听说你不在，她走了。哥，嗯，你小的时候总这么带我看星星，如今你已经是大姑娘了。哥时常在想，把你带到这里究竟是好还是坏。你也不小了。你又说让我嫁人的话。爹妈都不在了，你的终身大事就是哥最牵挂的事。我谁也不想嫁。是吗？那我们现在在等的人呢？嗯，哥。好了，等办完这件事情，我会向皇上求情，放你出宫去。回家也好，跟他浪迹天涯也好。柳林客栈。从方位上看像。我怎么住在哪儿哪儿就着火呀？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，嗯，你们两个找我来，不是让我看风景吗？哪里，我们是请五弟来帮忙的。帮忙？嗯。你怎么还是一身白衣服啊？妹妹，在江湖中，一身白色夜行衣的也就只有锦毛鼠了。哦。赤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报国平天下，枉为男儿。大
丈夫。说点新鲜事儿，就说昨日早朝，我们的皇上没有上朝，由我们的洪太后来代替皇上上朝。可有人就问了，洪太后她为什么要代替皇上上朝呢？大家不知道，因为皇上病了。还有的先生问，不对呀，皇上的龙体一直是很康泰的，为什么生了病了呢？就因为前几天出了事了。前天呐，三更时分，也就是深夜，有一伙强盗闯进了大内，这伙家伙们竟敢斗胆包天的放火，传得可够快的。皇上的寝宫，东京汴梁，天子脚下，没有什么事能瞒得住。再加上我们的白五爷白玉堂合力通杀，这才击退了贼寇，保卫了圣驾。可是皇上受了惊吓，所以生了病了。五哥在想什么呢？洪太后垂帘听政以来，第一道旨意就是要剿灭屠龙会。我想洪太后何以认为是屠龙会做的乱呢？那些黑衣人身上都有屠龙会的标志。一国的太后如此的仓促行事，也太过草率了。五哥似乎另有所想。落轿。玉堂师弟，范师兄好雅兴。三千两的生意谈成了两千两，能有什么雅兴啊？这位姑娘是？在下严春，是白五哥在江湖上的朋友。啊，既然是白师弟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范某的朋友。德霞来家里坐，余兄还有事，那就先行告辞了。请便。严姑娘，后会有期。走吧。起轿。此人武功很深呢，而且深藏不露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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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禁军要到了，走。我想我遇到高手了，刚刚发现范月明的这条线索就被掐断了，而且就在我的眼前。楼上楼下二十一间房烧了七八间，住店的客人全跑了，我这两年的心血都烧没了，笑得真是不长眼呐。你说我在家里好好的地我不住，我来京城开什么店呢？我这下好了，我毕生的心血都烧没了。老板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火是从我的房间里烧出来的吧？神仙？你是神仙吗？不过我也并非一无所获，对于一个高手而言，不管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，都不会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再说了，已经给老板补偿过了呀。怎么了？妹子请坐吧。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。如果不知道一时从何说起的话，不妨
从范月明的花宫开始吧。你显然认识他，对吧？没错，他叫陈亮，他老婆叫苑晴，他们原本是大内侍卫，不过因为私藏宫中宝物被逐，我也已经有一两年没见过了。以陈亮的武功，事发仓促之间，有没有躲避的可能？很难，闹事之中动手肯定是计划周密的。陈亮身上身中两箭，能捡回一条性命，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妹子，可否把陈亮给你的东西拿出来，让我一看？不愧是白五哥。妹子，还有事情隐瞒呢？非得让五哥说破吗？五哥猜得对，陈亮夫妇是大内侍卫在屠龙会的卧底，上次屠龙会夜袭皇上寝宫的消息正是陈亮所传。范月明和屠龙会又有什么瓜葛？范月明是屠龙会的人，他受总舵主秦日忠之命在经营会中资产。那么这个酒字又该作何解释呢？九是指九贤王，范月明刚刚跟九贤王见过面。九贤王也牵涉其中了？五哥，此事涉及皇族家事，我们兄妹也只是奉命行事，你不要再问了，我也不会再答。妹子，生五哥的气了？好，五哥做东赔罪，管子任你挑，如何？那这次可要驳了五哥的面子了，这个消息我要立即送回宫中。那张纸很普通，整个东京城内有74家纸坊，每家都有出售，但是那张纸上有一些污渍，那是羊肉特有的膻味，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家酒楼。哎，这生意不错啊。哎，进去看看，走。哎，马上就来。哎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好、啊。哟、啊、呵，这位客爷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哎，来来，请请请，请坐。这位客爷，您吃点什么呀？狗肉。哎呦，客爷您说笑了，本店不卖狗肉啊。怎么，你们这挂羊头不卖狗肉吗？哎呀，这挂羊头它也是卖的羊肉啊，本店的水煮羊头啊，那可是本店的招牌菜呀、啊。要不您尝尝？招牌菜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两只羊头，一壶老酒。这凉菜嘛，哎，随便了。哎，好嘞，弟子一号桌，羊头两只，老酒一壶，凉菜两盘，随意喽。客爷您稍等啊。老板，有纸吗？哦，有。好，你先去忙。哎，好。客爷，您的菜。小儿。哎呦，客爷，您看看这。小儿啊，这里 啊太聒噪了。啊，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？啊，有。哎，弟子一号桌，转天字一号雅间。这位爷，这边请。这位客爷是第一次到东京吧？嗯，那儿啊是金明池，朝廷训练水军的地方。
那是什么地方？啊，那儿啊，那是水心殿，现在啊正在重建呢。这金明池啊是皇家园林，主要由宝金楼、临水殿、水心殿和琼林殿三殿一楼组成，那儿啊都是皇上游玩的地方。哦。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白玉堂吧？白玉堂，见过大人。久闻白衣师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来到开封府，有何要事？恕白某唐突了。前几天被杀的范远明，他是我的师兄。啊，范远明一案十分蹊跷，现场勘查，很多细节不甚明了。除了几个轿夫，并无其他人证。那花工陈亮呢？白义士所指何人？啊，是范府的一个花工，当时他应该在场啊。白义士，此案本府正在督促捕快们追查，在未结案之前，恕本府无可奉告。那天我们的谈话很不愉快，我很快就告辞了，因为我意外地听说展昭也被李天应给排挤了，请假在家。这么说来，这开封府里就剩下张王马赵四个人了。他们四个人因为办案不力，被贬职去看城门了。展兄，嗯，说一说连环杀人案吧。都说锦毛鼠好奇心强，果然是哪里水浑，你往哪里去啊？昨天晚上，展兄和那几个黑衣人交手，用的是什么功夫？武帝也在场，为什么不现身呢？展兄，你不是请假在家了吗？为什么也在现场？说来惭愧啊，我一个人在家里郁闷无聊，便去梁门找张龙兄闲谈，回来的路上正好就碰见了黑衣人。展兄，小弟有一事相求。武帝，不用客气，但说无妨。能否将连环案案发以来所有被杀者的名单给我一份？这有何难，家中就有一份。我仔细地查阅了展昭给我的名单，从名单上看，皇亲国戚、高官新贵、富商大贾，鱼龙混杂之间，很难发现什么线索。两年未见了，你难道不想出来见见我吗？二哥，江湖人都说五鼠中的锦毛鼠特立独行，此言差矣。若论特立独行的话，非二哥韩章莫属，因为他不愿意为朝廷做事，也不想给大哥他们添麻烦，于是便独自一人
隐居在这宋辽的边境之上，放马牧羊，不问江湖的事物。那么他突然来到东京城，又是在这特殊的时刻，实在是让人意外啊。大刀将韩伟是辽边四丑之一，江湖上臭名昭著之辈。不错，可武帝你有所不知啊，他还是我的表弟，我和他平素也无来往，不过这次进京也正是为他。怎么，他也牵涉进屠龙会了？韩伟写信约我进京，说有要命的事情我帮忙，我本不想来，不过我自幼在他家长大，伯父对我恩重如山呢。那信上都说了些什么？新上任的开封府尹李天应招募他做了捕头，暗中侦破连环案，得罪了屠龙会，被下了必杀令。必杀令？估计兄弟身上也有必杀令。可我到了东京却一直没有看到韩伟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昨天我接到他的密信，约我在大哥的旧宅见面，不料我到了之后却发现有人设伏，更没想到他们伏击的会是你。二哥，想不想和兄弟一起灭了屠龙会？列位书家，咱们说说这个九贤王。九贤王这个人运筹帷幄，咱们就说前些年吧，九贤王领着包拯包大人和开封府尹的一些个英雄好汉去进剿屠龙会，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剿清，但是给这个屠龙会也给他来一个狠狠的重创。从那个时候起啊，好几年这个屠龙会销声灭迹，可是近些日子来这个屠龙会可是又有点死灰复燃了。多谢。笔意尚可，笔力就弱了些，写字者心绪不平，本王看他得肺数类，心也不在于，只增笑耳。白玉堂见过王爷。白御史请。草民斗胆拜访王爷，是想求教一件事。白御史但讲无妨。东京城内有一富商，姓范，名月明，前几天当街被杀，不知王爷是否认识此人呢？认识。他被杀当日，本王与他刚刚见过一面。此人嘛，一介商贾，生意做得尚可。商人嘛，在商言商。与本王结交，无非是想多卖些货给朝廷罢了。怎么？我听说他和屠龙会有染，不知王爷是否有所耳闻呢？这个倒是从未听说。白御史哪里得到的消息？江湖中人以讹传讹的多，王爷天皇贵胄，做事光明磊落，想来也不会被小人重伤的。锦毛鼠何等人物，也会这番恭维话？启禀王爷，黄州刺史邵怀文有书信道，信使说邵大人有嘱咐，要当面呈给王爷。拿上来吧。是。王爷日理万机，白某就告辞了。啊，白御史请便。白爷请。王爷，草民还有一事斗胆相求。哦，请讲。不知王爷可否将此墨宝赐予草民呢？这个王爷亲笔手书，在下感激不尽。白御史如何而知啊？白爷您请。
共留步。白爷，您有事儿啊？白某生性懒惰，有件东西落在书房了。哎，这事儿好办，咱家给您去去。不烦公公了，我自个儿去吧。哎，不可不可，这是王府，不可造次。白爷您稍安勿躁，王爷正在会客，一会儿就好。请。参见王爷。有刺客。何人喧哗？有刺客。小心刺客。你是连环董周成？人在江湖，过的都是刀口舔血的勾当，技不如人，大不了一死而已，何必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敢承认呢？拜堂，我周成，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押送开封府，严加审讯。大刀将韩伟，连环董周成，千斤顶齐河，破阵枪鼓浪，这就是声名狼藉的辽边四丑。二哥说，这四丑被李天应招募为了捕头。看来二哥是被骗了，暗杀九贤王的要犯竟然一夜之间不知去向，真是可笑得很呢。白义士，想说话便说话，不要夹枪带棒。当值的牢头狱卒可曾抓来审讯呢？此事本府自然会做，不需要白义士费心。堂堂的开封府，连一个人都看不住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贻笑大方了吗？白永霞，你今天的话有点多了。关着的是连环董周成，而看守的牢头是千斤顶齐河和破阵墙鼓浪。展兄，你觉得还用审问吗？啊，白医师，消息很灵通啊。可笑之极，连辽兵的四丑都成了牢头捕头，开封府可用之人都死绝了吗？白堂，休要出此狂言，有我展昭在此，怎容你诋毁开封府？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不服我，因为我是皇上亲口所封的御猫，你无非还是放不下这猫鼠之争而已。连环案子的事情，开封府必能侦破，就不劳你白老五大驾了。要破早破了，还如此的嘴硬，这倒是你南侠展昭的风范啊。好啊，你今天敢不敢当着李大人的面和我再比试一下？孰强孰弱，江湖上早有公论，你又何必再自取其辱呢？白堂。哎，两位，屠龙会还在逍遥法外，你们两个何必斗气呢？庶子不足与谋。这个白玉堂不可再留了，他和韩章联手，我们的麻烦会更大。遵命。景阳三府，屠龙会想要杀我，何必找了这么多的帮手？白某不想再有人死了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得罪了五爷。你们拿人钱财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要杀我吗？如果是知道，我们就一定不会来了。那好，来吧。呀！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们兄弟三人，受人之托，众人之事，技不如人也就罢了，如果让我们再说出我们不该说的事，岂不丢了我们景阳三府的名声吗？大哥，大哥说的对呀。行吧。
景阳三府也不是白玉堂的对手。我说过，他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。必要的时候，你们三人联手，一定要除掉他。是。五哥好心情啊，冉护卫都告病了，你还有心思喝酒？嘘，你听着声音。听什么？金池夜雨声。金池夜雨声。哎，可惜啊，今夜无雨啊。今夜就是无雨啊。五哥请我来，不只是喝酒、听雨声的吧？不愧是大内侍卫的领班，聪明。二哥怎么发现的这儿？二哥身处鬼魔，自然有他的办法。你水性如何？哥哥，我上天入地，唯独不善水。从我看到第一艘船的时候，我就不担心了。其实我是会水的，但我决定束手就擒，因为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屠龙会真正的老巢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得到的，能够身临其境也算是一件幸事。五哥，为什么你要趟这道浑水啊？或许是有人故意把我拉进来的吧。我和五哥说过，再过几年我们就向皇上请辞，一起去到江南，过着种种田打打鱼的生活。我要是皇上啊，不会让你走的。为什么？到哪儿去找我这么能干的侍卫领班呢？这个时候了还说笑呢。现在能不能出去都是个问题。奉总舵主之命，抵白玉堂。我去准备船。愿情，你是陈亮吗？白五爷，果然好眼力。你们救了我们，那你们怎么办？深受皇恩，以死效忠。不行，要不跟我们一起走吧。这是我们分内的事。陈兄，别说了，你们快走，快点走，快走。哎呀，快点走吧，快走，快走。委屈你了，本想和你天长地久，却终归成了一场梦。
远情此生能和你在一起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刀尖和陷阱上，无非是想让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可是为了其他人的欲望，这些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又是白玉堂，为什么还没有除掉他？因为还没有人能够杀得了他。卢峰他们养的时间够长了，该动动了吧？让三叔去杀白玉堂。王图霸业和手足相残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有是否必要。去吧。大哥，还是有心事啊？哎，二弟五弟还是被牵扯进来了。哼，管他呢，反正啊，不管是谁让咱们兄弟相残，我就先把他给残了。那还用说，我们是兄弟。哎呀，我就一直后悔不该做这件事情。江湖也好，官场也罢，都是身不由己的所在。哼，我倒是很羡慕老五啊，可以光明磊落、浪荡不羁的为人处事，人家过得叫快意江湖，羡慕，难得呀。怎么了？妈。差点崩了老四牙。大哥，展护卫，展护卫，展护卫啊！公爷有何吩咐？展护卫啊，这夺命书都已经下了两天了，我要不去我洛阳老家躲躲吧。这车马你都安排好了？是的。那咱们就别让展护卫再费心了。这样吧，展护卫，你把我们送到西京的洛阳就行了。哦，公爷，这帮贼人神出鬼没的，这里戒备森严，又有属下在你身边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这里相对安全，你们为什么非要走呢？展护卫啊，这本宫都了解了，都是东京那边出的事儿。那再有说了，这出事的达官贵戚，那哪家不是戒备森严呢？还不都备？好吧，既然公爷信不过我开封府，那展昭告辞了。哎，展护卫，怎么老展也在啊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都，展护卫，你不能走啊！展护卫，展护卫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走啊！展护卫，你就放心吧。这。
玉堂深夜叨扰，王爷恕罪。白御史有何要事？我被人追赶。谁？南侠展昭。展昭。王爷要是有为难之事，我吗？为难二字算为何物？既然白御史有难，那就在本王府住下，万事由本王爷应付。王爷，您不想问我因何被追吗？若须问，你白御史就恐怕不敢来了吧？本王爷也不可能收留你了。参见惠王。本王知道你因何而来，所以不会放你进去。惠王，今晚南国公死于非命，我怀疑刺客。住口！大胆展昭，深夜擅闯王府，该当何罪？还不速速退下！惠王，退下！撤！王爷，王爷，一转身的功夫，人就没了，就一转身的功夫。白玉堂，不愧是白玉堂。你本可以待在九贤王府，不必出来送死。待着未必就安全，出来也未必能死。算你还有良心，不想牵连王爷，非得要苦苦相逼吗？安国公可是太祖的嫡脉，他的死必须有人负责。那你就认定这个人就是我杀的？现场只有你，拿下。追！那个晚上，我成了开封府的逃犯。所有的人，我认识的，以及不认识的，都在追杀我。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希望。列位书家，咱们大家常听的有这么两句话，叫“头顶三尺有神明，天怒人怨不可容”。就说说咱们当今现在的这位开封府尹李天英李大人吧，上任不到一个月，寸功未立，反而倒行逆施，往往常说是劫富济贫呢。这位李大人可好，他劫贫济富。哎呀，这一下子惹恼了开封城的老百姓了，这些老百姓们一个个是怨声载道，垂帘听政的洪太后当机立断，就把这位李天英李大人撤职回乡，贬为平民。希望这东西其实总会有的，对于高手而言，再渺小的希望也是有它的价值的。来，白医师请坐。喝茶。好，谢谢。大人家里的仆人都走了啊？是啊，原本还有个小厮，这两日也不见了。啊，不说这些了，白医师真是艺高人胆大呀，身上背着安国公的命案，还敢到我李某家里来。白某敢来，大人敢见，可见大人的胆色不亚于白某啊。
李某现在只是一介布衣，不能称为大人了。李某心里非常明白，白衣使与安国公无怨无仇，无非是展昭嫉妒你的盛名而已。唉，只是想不到斩南侠何等人物，竟也是公报私仇之流。江湖的事情不谈也罢。哦，听说白义士一直在搅这池浑水，不知有何收获？唉，刚刚有了线索，这线索就断了。屠龙会里真是藏龙卧虎。白某此次前来，除了看望大人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请大人帮忙。尽管说。大人招辽边四丑做捕头，不知道是谁的主意。罗尔宝，这个事业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居然给我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，我居然也就允了，真是后悔莫及呀。那罗尔宝现在何处？自我被贬在家，他就从未来过。哼，自古锦上添花的多，雪中送炭的少啊。那刘边四丑现在什么地方？哼，白义士何必明知故问，连环弩周成刺杀九贤王被抓，齐河古浪反水救了周成。哼，至于韩伟，我曾让他去城里暗访，没想到一去不复返呐。哎，既然大人知道周成是刺客，那么以他们四人的关系，为什么不立即抓住齐河古浪，反而让他们做了看守呢？啊，白医师请喝茶。辽边四丑，果然是你们。你以为这次还能逃脱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前几次也是你们的人吗？不错。就算你们四个人一起上，能赢得了我吗？可是你现在不是一个人。白医师救我。二哥，谁是韩伟？幸亏有二哥在，他除了是彻地鼠，还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用毒高手。当然，用毒的高手，也就是解毒的高手。五弟，我去找韩伟，切勿跟来，危险。我不是一个人去的，二哥已经在那里，我相信其他的三位哥哥也会在那里。陈亮、苑晴、景阳三府已经有太多的人死于无辜了，我绝不允许再有人死在屠龙会的手里。不管是任何人使用任何手段，都不会让我们无数自相残杀的。
或许这就是屠龙会最大的破绽。你们都退下，没有本堂主的吩咐，谁也不许进来。是。没有你就不会引来白玉堂，有我也未必。白玉堂是重情重义的人，你身陷屠龙会，他不会不来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就不敢杀我？不是不敢，是不想。如果我想杀你呢？韩伟兄弟，我不会杀你，不是你不该杀，而是为了伯父。三位堂主召集求见，是有要事吗？有，坐下再说。有何要事？我来了，难道不是要事吗？哎呀，他奶奶的，带着这么个破玩意儿是真不舒服。我说你，就不想摘下来，透透气儿吗？就是啊，说你呢。密道，密。三位哥哥，不要着急，你们忘了二哥的绰号了。二哥。老板，您看，这也没多少人呢，这都一天了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走，慢点，走，走。范师兄，你是何时发现我的破绽的？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破绽就有了。陈亮和苑晴都是武林高手，而你一再说自己不会武功，而且每次提到屠龙会的时候，你就遮遮掩掩，好像是在掩饰什么。但是你忘了，越没有掩饰，才是最完美的掩饰。哼，这是你的第一个破绽。当我们见面之后不久，你就知道我对你产生了疑心，你担心我会对你追踪不放，你便很快的死于非命了。但是你错了，你不知道陈亮是卧底。案发现场，当陈亮和柳燕妹子说出那两个字的时候，不巧被听力十分好的我给听到了。我刚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你范远明没有死。可是事后，范师兄，你犯了第三个错误，你不该让景阳三府前去杀我，尤其是请了他吃了白水羊头之后再去杀我。来，于是我抽出了时间，又去吃了一次羊头，喝了一壶老酒。那个喜欢说话的店小二告诉了我一些事情。哎呦，小二，有劳了。多谢这位爷，多谢这位爷。我问过柳燕妹子，是她告诉我你范月明是屠龙会的人。那么我就想，既然是屠龙会，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呢？所以你范月明不会死。那卢芳、徐庆、蒋平三人不也是屠龙会的人吗？你放屁。范师兄，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这三个哥哥是奉命行事的吗？包大人，公孙先生请出来吧。
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你就是总舵主秦日中。幸会，包大人，请。好，大家坐吧。公孙先生，请。费明，你万万没有想到吧？这一切都是包大人和公孙先生亲手安排的。 一开始，我也误会了我的三个哥哥，但是他们几次对我下手，又都对我处处留情，这就证明我不是他们的敌人。你以为杀了我，就能消灭屠龙会吗？除了你，屠龙会的青山白水黑幕，三大堂堂主已被我们抓捕归案。或许大家都以为三大堂堂主当然是三个人，其实。 这正是屠龙会屡屡被剿而不灭的奥秘。我告诉大家，辽边四丑就是三大堂堂主，或者是说三大堂堂主是有四个人轮流当值，就算是抓住其中三个，还有一个人在逃。二哥，我知道你伯父一家人对你恩重如山，但是国有国法，法不容情啊。 展兄，漏网之鱼，大刀将韩伟，现在就躲在京郊的报恩寺的地宫内。你派人把他抓捕归案吗？其实，就算是抓到了韩伟，那么屠龙会也没有一网打尽。范师兄，我说的对吗？白老五，有话你就直说嘛。 你并不是总舵主秦日中，你只是范月明。难道不是他吗？不是他，总舵主是何许人？岂能落入你们之手？你又错了。展兄，挂羊头酒楼的那个老板，务必要严加看管。你，我何以看出的是吗？大隐者隐于市，秦日中。 与朝廷周旋多年，深知其中的奥秘，我一直不相信一个身居简出之人，能够操纵如此庞大的屠龙会组织。于是，我就请二哥多日的帮忙，终于在挂羊头酒楼里，我们发现了线索。老五，柳大哥放心，不该说的，我一句都不会说。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真正屠龙会的总坛，就在。 金明池的池底，酒楼的老板姓赵，赵老板的产业其实不光有酒的。金明池三店一楼的工厂便是他接下来的，于是我就想，酒楼的地下一定有一个密道通往总坛。为了证明此事，我又托了一个朋友，他是江湖中人，绰号。 叫老蛇，丐帮帮主。老蛇是个怪人，当然他的手下有许多的怪才。于是，我悄悄地约出了那个店小二，我跟你说，换了一个擅长易容的丐帮弟子。我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。我和二哥约好，二哥假装去找韩伟，便自投罗网，实际上。 是潜伏在总坛，控制着密道，与那里早已埋伏好的三位哥哥会合。有，说实在的，以我们五蜀之力，要想剿灭屠龙会，谈何容易？所以，你就来找我们兄妹，找到屠龙会总坛了。其实我在赌，名震天下的白面判官，绝不是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兄弟去送死的人。 原来今天在座的各位，都是你棋盘上的一颗子啊！玉堂怎敢如此？这才是今天最后的秘密，真正的布局，是包大人和公孙先生。白氏严重了，屠龙会卷土重来，包大人便知来者不善，于是便想出了一条苦肉计，或者是说，他和皇上两个人共同演了一出戏。捉。
包拯辞去开封府尹、龙图阁大学士之职，回原籍治修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包大人让我在亳州驿等他，把整个计划和盘托出。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的时候，二哥韩章来到了东京，他就是包大人用的另一颗冷棋子。承蒙包大人错爱，怎能不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于是我在明，二哥在暗，我们很快把屠龙会的计划查得是一清二楚。五弟，原来只能说到这儿了。也好，屠龙会就此烟消云散了。诸位，白某告辞了。白堂，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走得了吗？当然了，我的命现在已不在我的手上，不过掌握我命运的人也绝不是你屠龙会。你来送我了。五哥要走，小妹岂能不送？来，五哥，我替我哥问一句话。关于屠龙会的事，我究竟知道多少，对吧？不要说，不要说。妹子，回去告诉柳师兄，屠龙会虽然被剿灭了，但是操纵屠龙会的人还在，此人不除，活无宁日。此人是谁？也许是一介草民，也许身居高位。五哥，柳大哥，屠龙会一案已了结，九贤王和包大人请武帝回开封府商议要事，还请武帝莫要推辞。想走的人偏偏不让走，谁让你是白玉堂啊。